哦，我这边上路塔不见了。刚刚那一波就推掉了，你断线。断线的时候我们就推掉了。哦，怎么断线？那明明就是嘟嘟嘟嘟嘟，我哪有断线？是不是被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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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？ 哦，现在骇客真的是各种先进哎，这个嘟嘟嘟嘟嘟都会。按说你下午怎么也有？我也被那个啊，我也被强制远端连接啊。哎，白痴，那根本不是远端连接好不好？那是什么？你电脑会读主机板发出来那个主机硬体接触不良。你拔掉重插可以，或重开机也可以。你低到的话，你连电脑都上不去了啦。是这样说吗？ 不是啊，但是感觉有人在远端连接我，因为我的滑鼠接触不良，你滑鼠可能会震，或是自己乱点，可是不会，可是一天那两个人这样，对啊，太夸张了，真的不可能啊，没有那么容易。你在开台的时候，我平常都不会。对呀，哎，包包，哎，不要，哎，我有桶在，我有桶在，那个你去网上查，知识家什么都蛮有一样，滑鼠不能动，嘟嘟嘟。你说那是什么？主机板要爆了。 不是，是你有时候接触不良或供电不稳，主机板东西如果出问题，它会电脑会有逼声，可能是长短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灰尘太久没有清了。是吗？可能是啊，反正可能是你吃东西掉到里面了，被吸进去了。看，有没有那么夸张？那我重开机就会好。啊，就是接触不良或者什么的，你重拔可能也是好的。 听你的喇叭啦，这个那个我们在关键一样。我去推啊，我去推啊，你们先去啊。我去推就好，感觉你先去啊。有灯啊在，看起来。刚啊。等找一个二逼，找一个二逼来锁我。你要无限的盾，有没有感受到？有，我感觉到。哎，别说20层啊。 看一下我的KDA，128，好猛！但是这个特朗的瑞呢？还有一只吸血，感受一下我的补血量。 冲家里耶！啊，好冷。好啦，打桌场睡觉去了。我听的喇叭啦，怎么连一天两个人嘟嘟嘟？你现在说两个主机板都坏掉？他就不可能哦，真的听不懂哦。妈的，我上网查。你自己去查。好爽哦，40000。我觉得你先查一下 DDoS 是什么再说吧。那个不是DDoS啊，那可能是什么远端控制什么的，我查一下。 那么容易啊？18000怎么可能？不是1800？干，这人数是怎样？嘟嘟成年网，嘟嘟成人情色网。干！<笑><笑>你在乱查，上网乱查。<笑>对啊，你从人玩到后面，魔剑还没有买啦、啊，买就是买新上的魔剑。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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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收 Q。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你理由不？主机板，因为我主机板很稳啊。主机板要爆了，被你超坏。真的，可能是每天都在用，每天九小时太猛了。你主机板之前是买新的吗？不是主机板问题，是你有时候接触不好，然后有时候 USB 没有接到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它会这样跑。你那种 USB 没有接好，就是你有时候接触不良，或是供电不稳，你那个 B 我不知道是不是蜂鸣器出来了，可是正常这样子，反正应该是硬体问题，应该不是 你被怎样。妈，我听见喇叭了，哎，
有空再刷啊！我先 solo Q 一下。PK 没操，我去睡啊。好，拜拜。PK 没操。该不会是 PO 1 1用的吧 ？PO 1 你的电脑技巧也是很高超哦。真的。昨天还是总在做你登什么怪怪网站，在观台的时候 ，PO 1分散阻断式。我跟你讲 ，DDoS 就是用一堆假封包去塞你的电脑，那你网路上你网路根本连不了了，会被塞爆。你以为骇客只会 DDoS 哦？那个不是，好像不是 D， 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前端？问题是你，你让你这样子，就别说了。你其实从来没有被 DDoS 过吗？你说谁从来没有被 DDoS 过？同声，因为如果你被 DDoS， 你实况根本不可能打得开，绝对连不上网。我就跟你说，不是，不一定是 DDoS， 我不了你。从来没有被骇客有很多种、欸。那 BOOOOO 假设是那个呢？远端学？那如果人数暴冲，然后？突然实况连不上去，那是怎样？问题是不止统神台这样啊，有之前别的台也会突然爆一堆人数，然后又调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退学的问题，主要是远端协助操作那个，应该不太可能，浮动 IP 不太可能那么好接啊。哦，就不是浮动呗、欸？你是固定吗？也不是啊，他那个、哦、你没有中华电信啊，中华电信就分配八个 IP 给你呗。你够讲几摆啊？够讲试看卖啊？恁祖妈了，互你真嘞！真笑啊！做下去啊，经理！连续的逼叫，不是啊，我不是逼啊，他是嘟哎、欸！你，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要真的知道，你去下载那个 NetSet， 它可以查有没有人连你的电脑，还有你是连上哪个 server。这个就一定知道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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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不断的响。电源显示器和显示卡未连接好，是吗？没有，不一定哦。你要看系统哦，系统一般出来的声音不一样。好冷。你看聊天室有人都说接触不良啦，白痴。我不是电脑一开机就嘟嘟嘟嘟响，他有些人是一开机主机板发出嘟嘟嘟，当然是接触不良啊。我是妈的玩那么久才嘟嘟嘟嘟嘟嘟，妈的他玩一玩就接触不良哦，你他妈唬我！随便吧，你去下载这个，我 Skype 贴给你，你自己用，你就知道有没有人连你电脑。你还可以把那人抓出来。哪一个？我看一下。NetSet。NetSet。你用指令，你用那个 CMD 指令可以查、嗯，看你是连到哪里，还有谁连到你。那怎么查、啊？你看它指示只有懒人包啊。哦、好麻烦哦。你大头症哦。麻烦。我说你大头症、哦。不是哪里下载我都找不到哦。我说你大头症哦。什么大头症？有人家爱 DDoS 你啊。啊？你做什么？是啊，有人家爱 DDoS 你，你大头症哦。地震欸，地震，干好大哦！哎呦，好大！哎呦 ，Bunky， 干好大！我操嘞，很强，很强，很强！怎么很强？有地震吗？地啊，好大！没感觉。哎，哪里下载啊？哦，指令哦。刚刚是摔倒。但他那个地震我盖掉。还是哦，地震要先上 PPT 发文欸。哎，统神，我贴一个给你，你看是不是很像这个？我看一下。你看是不是很像我贴给你的？很强，很强。同学，这是什么那么淡定？什么淡定？没感觉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排到了没？你排到了没？啊，没有啦。你就排到，在骗。干，吓死了！那个地震，哇！操！还余震，好可怕！我应该逃出底下。哎、欸，八卦版马上多100篇文说地震。好巨人口。看这个地震超强啊！台北超大、啊，蹦一下这样。没了，已经没了。我看一下，远端桌面通信前进等我弱点，可能会造成拒绝服务。喂，统神，就很像刚刚那个大道，就很像有人跌倒吗？喂，你是骇客吗？不是，偶尔一样。啊，喂，骇客你好，请说。
我用手机打，刚才怎么有地震？地震超大的、啊。为什么你用手机可以进 Skype？ 很大。为什么你用手机可以进 Skype？ 可以连啊，手机可以连啊。手机要怎么连？我的手机都不行。不要下载啊！我、哦、要下载 Skype 哦。废话。死废物！你要再被我对面被我虐了啊！台北超强啊！那边古阿格斯啊，白痴，我要玩的、欸。我翻版嘞、欸。哈哈哈哈哈。嗯。那嘟嘟嘟到底是什么声音？我到现在还查不出来。他不是电脑启动后不断发出嘟嘟声音，然后他说什么什么硬體？那个是蜂鸣器，那个不一样，那是主机版，像硬体什么真的没插好，那连开都不能开啊。我给你的懒人包你看了没啊？没有，把它关掉。你就可以自己抓骇客啦。骇客他那么无聊，要是我进去挑战那个政府之类的机关，知识家好啊，对的，才要挑战这个小小实况组。小小，你会不会太看青铜什么了？胖胖实况组。妈的 ，TY 你这个小屁孩！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台服神梯。好哦，手机很强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没 AD 啊。刚刚叫我吗？啊？他刚唱大，你自己。好神哦！I will be freeing。哎呀，哎呀，顽皮小航，放哪一家卫生纸？他赚你的那边吗？他应该知道吧？妈，打爆你！哎呀，没有。哎、欸，谁跳 gen 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我这不就我给你那一篇最像吗？没有，那边给我那个是什么鬼东西？他没说嘟嘟嘟啊，他就只是说什么什么防护什么的。哎、欸，我这裡有一篇大陆的问答，你自己看一下。啊，问答，人家也是说接触不良，看一下。电脑前面耳机插口插上。看，肥宅新产品。我跑不出来啊！回不去的圣诞节。那是插上耳机嘟嘟嘟吧？对啊，意思一样啊。你外接硬体是不是接触不良？哦，我懂你的意思。白痴哦、喔，电脑嘟嘟的声音问题有很多。对，问题是那你的是不是也是外接硬体？外接硬体，我就跟你说了，外接硬体它接触不良，它会一直亮咩？它大概妈的几个小时就一次吧，外接的话。那我说你是不是如果太激动，刚好弄到，或是怎么样？太激动了、欸。你激不激动嘛？我哪有激动？我看一下。你还蛮激动的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这接的很正常啊。一个转一个操作，很厉害。然后我现在不会读。啊你就好了、啊。好了，我操，重开机就好了，那么猛哦、喔！我怎么都没重插，重开机就好了。你如果直接重插，说不定不用重开机。不是，你知道那个电脑宕机吗？我以前那个电脑宕机，它是每二三十分钟就来一次、欸，哎，或者是每一小时就来一次、欸，哎。C 槽该清一清啊！C 槽放什么？你放了什么东西哦、喔？哎、欸，我为什么网上查不到、啊？他只说从电脑发出嘟嘟嘟声，然后宕机什么，都没有说滑鼠不能控制的。我刚刚是滑鼠不能控制、欸，哎，那是不是硬体嘛？没有，我键盘还可以、欸。你他妈不会全坏吧？你全坏你怎么开台啦、啊？我全坏，但是出现几个东西，
可能临时出问题。哎、欸，他这个99块的很给力，好不好？199的很给力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哪有什么问题？不、欸，我问为什么键盘可以用，滑鼠不能用？我有感觉。我问你啊，为什么键盘可以用，滑鼠不能用？因为只有滑鼠接触不良的话，那是不是键盘可以用？这滑鼠不良你个屁啊！我看一下，我想一下。那、啊、滑鼠接触不良，滑鼠怎么会乱飘？啊？滑鼠怎么会乱飘？啊你，我就说了嘛，接触不良。干，我不想 SOP、欸。好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我讲，下次嘟嘟，我就照你说的，把滑鼠孔拔出来，拔起来，再插进去一次。我跟你讲，要是没有恢复的话，我讲，我一定开扁。好，你怎么开扁？你有看过 WWE 吗？很凶狠的、啊。619 RKO， 真的、啊？墓碑落下，没有肉弹冲击，有种的一直接冲过去就倒了，P.O. 万直接抢手背手。那个无马嘎，你知道吗？一种屁股撞人那个。啊？有种？无马嘎，一个纹面的胖子。哦，无马嘎，他挂了。无马嘎，冲神。我知道、啊。还是你是那个 Big Daddy？ Big Daddy D。Your will, my hand. 没有，同样是 Mark Harry。比较像。Somebody on the engine。白痴哦，同哦，王李已经辅助哎。哎，现在 Arthur 还在打 WWE 吗 ？Arthur 很久没看了。哒哒哒哒哒哒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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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What's up？ 哎，我不行了啦，受不了。可能是滑鼠问题吧，凯源哥。凯源哥，喂，你还在吗？我在。那你那时候发生的情况怎样？我跟你讲，我的滑鼠就是，我突然就是开始电脑一直嘟嘟嘟嘟嘟。啊，你的滑鼠呢？啊，滑鼠就开始漂移，有没有？你知道，就是它是好像到处移动，对，跑来跑去，对不对？对，无法控制，它就会飘来飘去。那你键盘还可以控制吗？我没有试键盘啊。你不知道，不是你没有切画面哦？是什么意义？你没有切过画面哦？啊？你没有切画面哦？那个时候我好像有哎、欸，我有点好像可以控制。对啊。我不太确定。我觉得很怪啊。不是哪里怪？不是，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没有啊，就发生这样的状况啊，我就知道我就重开机啊。哇，好郁闷。哎、欸，我就跟我差不多一模一样啊。难道说我跟改运哥的滑鼠都同天出问题哦？你别再好小了好不好？哇，雷兵好小。我也玩不得。一模一样的问题啊！我们两个同一天的主机板都烧坏了。怎样？今天怎样？主机板烧坏是不是？有人跟你说主机板烧坏吗？啊，你刚不说主机板烧坏？他是说接触不良啊。对啊。妈的，连同一天主机板一起接触不良哦！你妈的，别再骗我了。我要是会信你，我不会去旁边吃屎啊！唉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怎么跟我说？我去找专业的人来回答你好不好？啊、I want to show something。别再嘴炮了，哪有一天同样一天发生一样的问题？拿手枪，当我的。哎、欸，你有遇过同样一天发生一样的问题吗？一模一样的问题，别再好笑啦。有啊，你掉分我也掉分啊，是不是一样的问题？有啊，你被锁我也被锁啊。对没？你看，你跟鬼狗几乎是同个时间一起锁的、欸。哦，自杀哎！哎，那改运哥，你今天还有发生过那个问题吗？我后来就没有啦。哎，那个骇客也他妈整个够无聊。也一定是骇客！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就跟那个当初我那个断线，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以为是电脑问题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妈的，我一开始逛，用的是，就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一小时里面他妈有七八次，一小时给我断个七八次啊！我终于受不了，我想说没关系啊，那我就不开实况啊，我不开实况啊，我就开了那个 PTT 啊，他 PTT 死都不会断，怎么样都不会断哦。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？我想说好，那关台玩几场那个 rank 好了，那个开小号玩几场 rank 好了，怎么样都不会断。然后我他妈的睡觉的时候，电脑开着，对不对？
怎么样都不会断。到隔天早上他妈十几个小时都不会断，他妈我一他妈的开台打打了，就给我断。操你那也不是骇客，半妈半是鬼哦。关台打都不会断，开台打都不会断。可能是你自己的书跑 gank 到电脑。No 啊，你的书跑 gank 到电脑。真的要考量一下，这书跑真的太多怪了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出打野刀？你不是打他不 solo 吗？对吼，你是白痴啊！哦哦，喂，我是江狗。我操！那、no, 对方，你把对方，你也太瞧不起对方，把对方当野怪踢哦。来，还可以卖吗 ？No！